好，还出了个八舌套，宝宝牌子，对啊，69级，哎，这是多少级一下给我封了？175级直接给我封了啊！我操！来啊，咱们看啊，现在这是第二次封印，来，你接着封，看能不能10次全都能封中。你175封69级的，进不去。我操，秒封！大哥，你别给我宝宝打死，我打死我怎么拍啊？啊！好，现在目前封印率的话大概是100%啊，175级不起凝神啊，常规封印我命中率100%，兄弟们现在荧光棒底是200，第三次啊，再次秒封。第四次秒封，看来这个封印命中率啊还是啊，它这个百分比啊还是有等级的啊，跟等级有关。哎，好，五次水了一次啊，五次水了一次，咱们就试验10次吗？就试验10次。6次失手一次，我靠，可以啊兄弟，7次2次啊7次2次，开始来几率了啊兄弟们，啊，8次2次，就是10次啊，非常感谢啊对面杀人方寸呢啊帮咱们测试数据，69级封10次能中2次，我觉得算不错了。哎呀，要出灵刃教育我了啊！他说的是小文吗？这是小文，这黄马卡卖太贵了，1次10000块。16000，轻点啊！我还想测试第10次呢，9次2次啊，我们用2除1个9，22%的水封。